这几天文章耍大牌的传闻响彻各大媒体，文章到底耍没耍大牌？在这场争论中，媒体俨然分成了两派，有人挺他力证没有耍大牌，也有方面毫不客气弄臭他。在这样的漩涡中还要四处为自己的新作宣传，文章真是累身又累心。日前记者在机场发现了文章的身影，打着飞的赶通告的文章看起来疲惫不堪，不仅速度慢了好多，还罗锅着走路，真是累得不轻啊。当天文章戴着一顶红色的棒球帽，身着 T 恤和牛仔裤，还带了一副大口罩。一间一出闸口，文章就紧着快步走到大厅外，目的就是及早到户外过个烟瘾。然而这次文章的脚步慢得好像一位老爷爷，慢慢悠悠，但看得出来不是文章不想快，实在是有点累。不仅如此，文章还变成了文罗锅，有点弓起来的背，不知是双肩背太沉，还是真的累到已经直不起腰了。终于挨到户外，文章把口罩抵在下巴上，照例点起了一根烟解馋，然后深吸一大口，好好的过一把瘾。腾讯娱乐独家报道。